咦咦，哎呦姨呀、啊，大半夜的干啥呀？有事找你啊。你说、啊、我问你啊，她是不是你丈母娘？好像是吧。来来来来来，看没看着啊？你丈母娘睡哪儿？你看没看见？这是什么沙发呀？啊，你还知道是沙发呀？嗯呢。啊，你知不知道你什么身份啊？你啊，上门女婿，明不明白？不是妈，不是，你可听见了我姨说的啥哈、啊？我听见，我跟你解释，解释什么呀？我是他姨，我还做不了他主吗？啊，你赶紧让妈进屋，你搬出去。姨，妈，哎，我姨说啥你都听见了哈？听见了。我姨这是要撵我走啊？啊，走可以啊，话得说清楚喽，这房子的首付。你付的，哎，对，大伙儿都知道，哎，所以说这房子的手续我得拿走啊。另外，这是张银行卡，你也拿走。一分钱没有，我拿它干啥玩意儿啊？你拿着，记住了吗？啊，每个月往里存17000啊，这是还房贷。咦，我谢谢你让我重获自由啊！容我点时间啊，我收拾收拾，我净身出户。哎呦，拜拜，哥。姑爷，哎，我告诉你，真的，你真是我。妹子，净身出户，你养的什么玩意儿啊你呀？哎呀，妹子，你让姐省省心吧。你看看姐还没能咋地呢，就来一个巨款的欠债呀、啊。欠不欠债的我不管，怎么着都不好使，谁爱拿谁拿，我就不信这么大的家没有人管得了他了。真有意思，我跟你说，这事儿你可不能告诉姐夫，你可别跟姐夫说啊。对呀、啊，找我姐夫。哎，别点别点别，老饭堂，给我出来。说你能不能管管你妹妹？哪有小姨子大半夜敲姐夫门的？你这是考验我的，还是想让我晚节不保啊？想啥呢？你姑爷给你媳妇欺负成啥样，你看不着啊？你啊，不知道管一管呢？当然管，必须管。钱顺福，出来聊聊。哎呀哎呀，爸呀，这干啥呀？半夜三更了，吵着啥玩意儿？吵着聊聊。哟，哎，我爸哎，总愿是半夜三更找我聊聊，聊聊聊聊就聊聊，怎么的呀？干聊啊？那还给你整俩菜呀？行啊，你整俩菜，整俩菜去。哎，我这什么意思啊？大半夜的给你俩炒菜去啊？咋了？喝点啊？还呀？你陪药？完了，喝不成了，可不的呗，没人陪呀、啊，没人陪呀，喝不成了，喝不成，那也别聊了，明儿聊吧，明儿再说吧。啥嘞，老饭头，你说你你也算个老爷们儿，你妈，我在最后叫你一次妈啊，明天我可要净身出户了，今天呀、啊，我把我的脏衣服可都收拾出来了，啊，麻烦您啊。给我归置归置，整理整理，熨熨烫烫，明天早上我净身出户。不是你，哎呀，二姑爷、啊哎、别急别急，二姑爷，我这还有点袜子，不多，半盆。哎，不是，咋回事啊？这是要造反呢？这是啊，妹子啊，妹子，姐平时对你好不好？好啊。你恨姐姐吗？我不恨呐。那你说你在我家这么琢磨，等你走了以后，姐的日子可咋过呀？哎，我还真就不信了。我今天我信吧，我安息吧，我必须。